你阿祖这么多代志，你敢有才调汤吃？我是目睭真正毋捌看过像你这么白目的啦！你真正有够天才的，你头壳是咧想啥？你讲你后头厝叫你今仔就一定爱回去，就是叫你倒去吃红烧肉，对无？不是阿妈，你敢讲不是？明明就是！阮家母要娶是一个会当甲伊斗三工的牵手，不是一个单纯煮饭的阿嫂。